十二月十二良辰吉日，台大个女玉树枝路向新手科五条分校南平洪尊者，洪尊开放天地，各界代表参拜，奉千岁天上神庙，我留作立为身份，为全民消灾祈福。主会官区长分会长会献花，新手科五条分校黄文官。洪尊长、吴主委、建桥顾问、建桥委员会、管理委员会全体就位致辞，并请就下。Thank you.
市长啊，咱国民立委，以及咱啊，咱台南市议员各位来宾，今日临时今日，咱新竹国五条红桥南洋王村的开工典礼，因为三年一考，就是玉帝赐死，也是予咱大显身手，下加顺天下间的承诺。尤其今年武汉肺炎非常的严重，所以咱遵守讲阿要来加顺阿咱这个瘟疫，所以今仔日邀请主任官啊各位官，稍等嘞，咱再搁在游天河方村，也是有着阿咱建设委员会阿要来主持开工典礼。啊，所以因为咱一连串的这个活动，感谢大家光临。啊，咱啊，所属第一代人物陈浩江管理员会，咱的陈翠仪员尹川兄，以及啊副主任刘副主任，各位委员，啊咱啊这个啊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，以及咱啊。啊，外文官啊，以及各位王村长啊，各位时代各位好朋友啊，在座咱的各国文立法委员啊，咱的啊林俊典议员、李文顺议员，议员李伟礼议员，好，有啊，李文顺，时代各位里长啊，各啊高背景的好朋友，以及所有咱的长官贵宾啊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会使讲非常非常的荣幸，咱的王船开工点燃啊，盛大的啊这个仪式啊，庄严肃静，而且嘛为咱的新九年五条啊建设啊，会使讲做一个开始啊。咱这棵树，就参照咱的啊陈主席所讲的啊，其实。为着这个啊，去除瘟疫，瘟疫吼啊，去除瘟疫严重吼，所以呢，咱为咱的国家啊，祈福祈求啊，这边啊，诶，这个第二波啊，咱啊，伫北部迄边收会掉，啊，南部这边过好，啊，咱都会当安然安然度过灾厄，啊，嘛会当祈求咱新九年，大家国运昌隆，风调雨顺。咱的事情平顺顺利啊，政通人和。各位好朋友，各位中央贵宾，在座的各位士大啊，各位啊民意代表，大家都能当啊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，更上一层楼啊，家业亨通。各位好朋友，会当啊平顺，台南市气温昌隆，多谢大家。啊，非常感谢黄市长。第二个是新光国中准备啊，来，王春德赞不赞？赞。王春德赞不赞？赞。好来 ，OK 哦。赞。好来，新光国中多谢。来，换了国校，跟党在准备啊。来，新光国中赞不赞？赞。好。赞。来，贵人国小准备好。谢谢，贵人请起立，向左转过来一点，调整。贵人国小上站。对，把贵人国小掌声鼓落去，谢谢，感谢你的参与。来，六甲国中上，来掌声台，六甲国中上钢筋鼓落去。啊，有上钢筋，啊，有些女兵咱开工点燃，这也当开工构成。右甲国中上站。对。来，确实要参不参不到咱这个王尊者，而且开工感慨，还开始无干，好、哦，感恩这些村民，过来的，谢谢。感谢，啊，咱这个开工点燃的工作准备啊，准备。
好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。